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汽车这个曾经代表着身份与地位的奢侈品，如今也已成为普通百姓人家出行代步的寻常交通工具。由于汽车数量的高速增加，汽车尾气排放成为了城市大气污染主要源头。近年来，油价的不断上涨也是广大车主不堪重负，因此发展清洁能源汽车刻不容缓。“十一五”期间，新型清洁能源汽车已被列入国家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国家将继续组织实施涉及各种清洁能源汽车的重大科技项目，重点支持包括天然气汽车在内的整车、零部件等关键技术，将进一步促进天然气汽车的发展，压缩天然气汽车 CNG、 液化石油气汽车 LPG 以其能耗低、污染物排放量小而受到各国的好评，是国际公认的最理想的车用替代能源。发展天然气汽车对于解决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我国天然气利用规划，近十年西气东输，陕京二线等一大批输气管道及沿线城市燃气管道相继建成，我国大规模利用天然气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天然气加气站也将逐步形成网络。河南Ouyi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坐落在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是专业从事压缩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两用燃料汽车、摩托车、柴油车车用燃气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于一体化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为先，质量为本。当今时代，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欧亿科技上至管理者，下到普通员工，均深深铭记于心。Ouyi科技一直致力于使Ouyi品牌参与全球燃气汽车行业竞争为目标。在产品研发方面，公司拥有多名电子机械工程师及机械加工等专业性人才，并与郑州大学、郑州工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在产品的技术研发试验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产品生产上精益求精，始终将质量放在第一位，出厂产品都经过严格检验。数台数控车床、铣床、自动剥线裁线机、端子机等加工设备，拥有先进的产品专业生产线，并拥有国内领先的喷轨检测台、减压器检测台、发动机测功机台架、线束检测仪等多种专业化检测设施，同时建立了专业的实验室，拥有高低温试验箱、臭氧老化试验箱、震动试验台、拉力试验机等精密实验设备，为保证产品质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OE 注重产品的可靠性，更加注重环境的保护。每一款新产品的开发都会非常注重该产品对自然环境方面的影响。OE 的每一款产品都会符合国内外相关的质量和环境保护标准。OE 科技主要研发生产的系列化产品包括 CNG、LPG、小轿车开环系统、多点顺序喷射二代、三代系统 CNG、LPG 巴士开环系统、多点顺序喷射系统、柴油 CNG、LPG 单燃料单点闭环系统、多点顺序喷射系统、柴油 CNG、LPG 双燃料掺烧系统、各种 CNG、LPG 车用减压阀、喷阀、ECU、线束、CNG 减压器、沼气调压阀、食堂燃气灶用减压器等。OE 研发的 OEGAS I-05 型喷轨外形美观，对于喷射信号反应快速，能够实现燃气喷射量的精确控制。OEGAS C-10 型 ECU 具有智能型自动矫正功能，OBD 功能可使汽车尾气排放达到国四标准，同时可与原车 ECU 进行通讯，可检测原车故障码。该产品在目前的多点顺序喷射控制器中处于领先地位。以 CNG 为燃料的柴油多点顺序喷射系统，在基于汽油机控制系统平台上开发出来的燃气发动机控制系统，通过稀薄燃烧精确的空燃比控制，确保了发动机的动力性和可靠性。该系统在国内以燃气为燃料的柴油机控制系统中处于领先地位。OE 科技先后取得多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承担了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研究，通过了 ISO 9000-2001和 ISO TS 16949质量体系认证，公司的部分产品也取得了 ECE 认证资质，使得公司产品直通国际市场。团结高效，诚以立信。OE 科技在营销上注重团队建设、渠道建设、服务网络铺设，坚持诚信、卓越、合作、效率、创新的文化理念和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打造一个敢于面对困难、善于突破性思维的运营团队。公司从创立至今，依靠自身的高信誉、精湛的技术力量和完善的售后服务，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商业形象。公司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销售团队，驻外办事机构遍布全国各地，销售网络在国内覆盖20多个省份，产品出口到俄罗斯、印度、伊朗、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十年磨砺剑，今朝露锋芒。十年的风雨磨砺，河南欧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实现了一次次的蜕变，结下了一个个丰收的硕果。如今的欧易科技已成为中国天然气汽车转换装置领域及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最具竞争力的健康可持续超常规发展的行业劲马。谋事在人，成事亦在人，前进的路上仍会有挑战，欧易的发展任重道远，但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做汽车双燃料转换装置的领军人。
欧亿的品质和品牌定会在团队智慧的支持下昂首挺步，实现河南欧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永续经营的光荣与梦想，迈向辉煌的明天。